好，那么从一开始，这个容器里面有很多颗粒子，那其中一颗撞墙反弹，那我们称为这个叫一号粒子。那放大来看呢，这是墙，然后它撞下去，离开。的速度呢，大小是一样，但方向是相反的。那我们要去算它对墙壁的施力哦，是要去算动量的变化，把动量的变化算出来哦，再去除上时间。有啊，当然有录啊，有把动量的变化算出来，再去除上时间。那这个。这个墙壁所受的冲量，是由一号粒子来撞击造成的。就是一号粒子的，或者说与一号粒子的动量变化相，大小相同。所以呢，它们的动量变化都是 m 乘上 v，然后乘以2倍。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只有 x 方向有受力而已。这是要 vyx，它反弹以后，y 方向的速度是没有变化，y 方向还是 v1y。y 方向没有受力，所以 y 方向的速度分量并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 x 方向的速度分量。然后因为是弹性碰撞，所以它去回来速率一样。那么动量变化呢，就会是如果你以向右为正。以向右为正的话，它就是后来的动量负 n vyx 减去原来的 n vyx，这是后来的减去原来的，所以最后会是2倍的 n vyx，是它的动量变化，而这个动量变化的大小也跟它撞墙给墙壁的冲量一样大。重点是在这个给墙壁的冲击了。那你就要回顾一至二，力就是动量变化对时间做平均了。那所以今天动量变化你知道了，就是上面这个。那剩下的就是时间。那我们刚刚说时间是要取。来回一次的时间，
转完以后再到对面再回来，这样的时间才是我们索取的时间。而它的原因，我们刚刚也说，就是我们想要让它每一颗都撞一次，那每一颗的撞击的几率是一样，撞墙壁的几率一样，那我们不如就让它排队。既然每一颗粒子撞击墙壁的几率都一样，那我们就干脆让它排队轮流撞，排队轮流撞，每个人都会撞到一次，在一段时间之内，每个人都会撞到一次，那就是几率撞击墙壁的几率一样，这只是把它换句话说。所以，我们为了之后要把它推广到很多颗粒子，所以这里的时间，我们先取去又回来的时间，而不是这个接触时间。那来回一次的时间就是用距离2倍的边长，这个距离就是两倍的边，距离就是边长。这个是边长一倍，但去又回来，这也是两倍。那距离除上速度，只要看 x 方向的速度，就算今天粒子它是往斜的飞，可是决定它在水平方向走多快的，只有 x 分量。就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棒球，那这个棒球它的影子的速度就是 vyx。那这个棒球虽然是斜斜的飞，可是它飞到对面，飞到这片墙的时间也刚好是影子到达这片墙的时间。那所以你要算它来回的时间，只需要用它的投影的速度来算就好。所以是用这个速度来算。那这么一来呢，你就可以把它这个力呢，就可以写成它这个是平均的。哦，因为是来回一次这么长的时间，那就会是 2mv1x 去除以 2l，再去除上 vyx。那这里你可以把 vyx 乘到分子去，把2都消掉了，所以最后你会得到 f(1x)。这个是1号粒子，它去撞墙壁，所对墙壁施的力就会是 n1yx 平方除以 l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么我们刚刚就讲到这边而已。哦，那接下来就是要往下的话，就是我们把它推广到 n 颗。刚刚这个只是一颗粒子，那接下来推广到 n 颗。那推广到 n 颗的话，就是不只是一号，还有二号，还有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六号、七号、八号、九号、十号，有 n 号。那不是只有一颗在撞啊，它其实是每一颗都有撞一次嘛。那每一颗都有撞一次的话，我们就把所有的力量全部加起来，所以它这里会写成 F1x 加 F2。再加到 Fn x，然后等号的左边长这样，等号的右边就会差别只差在 v1 x，把它改成 v2 x，改成 v3 x，v4 x，然后加到 vn x，所以这边是 l 分之 n，然后 v1 x 平方加 v2x 平方加到 vnx 的平方啊，
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这里会有 n 项。这样才是合力，因为它其实是很多颗粒子的，它不是只有一颗嘛。然后这里也是有 n 项，那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平均值来代表，就是既然它是 n 的话，我们而且它们每一个，就是每一个不一样啊。既然它有 n 个，然后我们想说用一个项来代表它。那我们可以把这一项写成这样，啊，v1x 平方加 v2x 平方加到 vnx 平方再除以 n，那就会是 vx，我就不写一二三四五六了，因为这时候已经是把一二三四五六加到 n。然后再除以数量，所以这也就没有再编号了，而是全部加起来，然后平均，所以就直接写这样就好。这上面这是平均的符号，那我们就可以把上面这一坨，上面这一坨其实就是这个括号起来的这边嘛。这一个框起来的这一个就是它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把 n 乘过来，把 n 乘过来就会变成上面这一项，它其实就是 n 倍的这个，它其实就是 n 倍的它，上面这一坨就是 n 倍的它。就会是 n 倍的 vx 平方再平均，然后最后呢，你就可以把合力写出来。今天呢，这也全部加起来，就写成这样就好，合力，然后它就会等于 n 除以 l 再乘以这一个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才是压力啊，接下来才是我刚刚说我跳步骤了，就是我刚刚没有进行这一步。我刚刚第五节最后呢，我就说啊，我接下来压力啊，其实我后来把它擦掉，因为我发现我没有加这个步骤，应该要先推广到 n 颗，因为你真正的压力也不是只有一颗嘛，啊不是只有一颗就是产生压力，它是很多颗的，啊所以全部加起来，然后再就会变这样子。全部加起来的部分，我们用一个平均值去乘上 n 项，就好像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分数，然后每班上每个人的分数加起来除以25，就会等于平均分数。假如说平均80分，那你班上的总分当然也可以用80分去乘上25嘛，啊，所以用平均乘以项目的数量。接下来才是压力啊，接下来才是把它变成压力。压力就会是力去除上面积啊，那这个力就是它，就是 n 除以 l n v 1啊，没有 one 的 n 乘上 v。x 平方平均再去除以 l 平方，为什么是除以 l 平方？因为那个墙壁它的面积就是边长的平方，
所以就会变这样。所以最后你可以写成 n 倍的 n，然后 vx 平方再除以 l 三次方，就会等于一，就会等于压力。那 l 三次方呢，又可以看成体积。所以最后就是压力乘上体积，就会是 n 倍的 n 乘上 v x 平方平均，这样子。那这里就要用到一开始我们有第三个假设，理想气体第一个假设是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很完美的气体，很像气体，非常的称职。如果说今天有一个气体，它要去应征当气体，那怎么样的气体叫做一个好的气体？那就是越分子的距离越远越像气体。所以我们稍早之前写的假设就是第一个非常的稀薄，然后第二个是只有弹性碰撞。它们之间只有弹性碰撞，没有别的作用力。第三个就是各项同性，它乱乱跑，到处乱乱跑，它没有特别喜欢往哪边跑，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跑，几率是每个方向都一样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说这一个 vx 平方的平均，它其实会跟 yvx 平方。vx 平方的平均会等于 vy 平方的平均，又会等于 vz 平方的平均。这里我们就必须要换到这边来。我们等黑板干掉一下。是不是没有人在听啊？有啊，有。哇，山寨人被抓到了。没有关系啊，这现在不是正式上课。旷课啊，我其他旷课。只是想要看看说同学看有没他，有在听而已。他说他把这个当那个睡觉来听啊。明明就你自己说的，你才哈喽。所以原来是薛雨辰说的，是不是？没有关系啊，因为这个是我们不是正式上课时间，所以你有听的，只是老师会觉得哦不错哦这样子而已。那么反正也有录影啊，你要看录影也可以。那等黑板干哦，它还没有干，还要一阵子。那各位知道为什么要推这个吗？前面有的时候我们学一个东西，你觉得它很复杂，那你可能学不下去，看不懂，要放弃了。那你可能回去想一想，说你的初衷，或者说学这个到底有什么，它背后的深刻的意义。我一开始有讲啊，第五节的时候，我说为了要证明什么，为了要证实一件事情啊。就是说，老师从小到大都会告诉你什么事，但是我们要有会质疑的态度，我们要能够去质疑权威。难道老师说的就是对的吗？有没有可能是错的？那如果说他是对的，他为什么是对的？不能说人家给你的，你就全部照单全收嘛。那所以我们学这一个气体动力论。它到底背后的深刻意义是为了要证明什么？当然，我们这边还不行证明，
我们说类似这种的算法，以后到了爱因斯坦，他用这个类似的算法去解决了一个问题。那那个问题是什么？好，黑板干的，我们把最右边的抄过来。所以 PV 就会等于 n 倍的 n， 然后 vx 平方平均。那我们这里因为各项同性的关系，所以vx 平方的平均就会等于 vy 平方的平均，就会等于 vz 平方的平均。我们生活的空间是一个三维空间，三度空间。那一个直直走的物体，你可以把它的速度的分量分解成三个分量，互相垂直的三个分量 xyz。 那今天它这些例子啊，这些例子它不是说每一颗都往同一个方向，但是100万颗里面大约往 X 方向的刚好是三分之一左右，那往 Y 方向的就会差不多是三分之一，往 Z 方向就差不多三分之一这样子。我会说速度的分量啊，速度的分量，所以它会写成这样。你如果一颗粒子两颗粒子，它们两个不会说方向都一样，但是你如果数量一多起来的话，就会呈现一种分布。那个分布没有特殊的原因的话，我们就会假设说它应该不会去区分 X 或 Y 或 Z， 它们 X 或 Y 或 Z 的地位应该是一样的，是平等。所以 X 方向的平均会等于 Y 方向的平均，会等于 Z 方向的平均啊。这里也是一个比较难的概念的地方。那考试很喜欢考说，那 X 这个是平均嘛，它其实是由1号的再加2号的再加3号的，然后加到 N 号，然后全部再除以 N 得到这一个。那Y 的这个也是1号的 Y 分量加上2号的 Y 分量加上3号的 Y 分量，然后加加加加到 N 号，再除以 N 得到这个。 Z 也是。那有一些题目就会问说啊，那请问哦，1号的 X 方向的速率啊，会不会等于1号的Y 方向的速率？既然它上面的这个 X 平方的平均等于 Y 方向的速率平方的平均，这两个一样，等号是有等号，但是这两个会不会相等？这两个会不会相等？会吗？就是说一号粒子它的速率，它的 X 方向的分量会不会跟它 Y 方向的分量速率会不会一样？应该不会啦，应该不会。你自己想象一下就知道啦。你怎么可能说一颗粒子它每一颗粒子它的 X 方向的速率跟 Y 方向的速率跟 Z 方向的速率都一直都一样？不太可能吧。有一个比喻是用分数来比喻，就是说要归功于台湾的小朋友从小都一直考试，所以就会理解这个比喻。那个比喻是说，这是三个不同的科目，这是国文、英文、数学。这类似我们把它算平均分数。假如说今天呢，因为学校不想要让每一科的分数落差太大，所以规定说
出题老师出题的时候一定要最后平均值要一样，最后的那个国文的平均要等于英文的平均，要等于数学的平均这样。那假如说这样已经把这三科的难度都调成一样了，那可是每一个同学啊，每一个同学他考的三科这个成绩会一样吗？每一个同学单独一位同学他考的国文、英文、数学会不会三科成绩一样？对，该不会有人在听吧？有吗？啊，果然没有。有啊。哦，有啊。原来是不会一样啊。对，就是不会一样嘛。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听，所以问一下，谢谢。哎呀，所以你可能三科的难度一样，那结果全班平均下来，全班都是每一个同学都是一颗粒子，然后全班平均下来，国文的分数是80，英文也是80，数学也是80，这样。可是每个人的国文、英文不一定会一样嘛，每个人的国文不一定就等于他，像薛宇成他的国英数就不会说考都一样，他可能说英文数学就考很高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国文就考更高这样，那不会一样。然后而且一号的和二号的也不会一样嘛，一号本身的三个分量不会一样，那一号跟二号比也没有说没有理由说要一样。所以这里的概念是它是平均是一样。平均是一样，是数量很大的时候，它就会趋于一种趋势啊。这个就是统计学，以后各位可能会接触到统计学，它就是数量很大的时候的一种现象。所以当数量极大的时候，其实三个方向的分量应该会是机会是一样的。哎，所以是这样子的。那因为各项同性的关系，上面这一个呢，你可以用整个来替代，但是会差三分之一倍，就是 v 平方的平均，它其实就是 v x 平方的平均加 v y 平方的平均再加VZ 平方的平均。不好意思，有点没有弄的排版没有排很好。这三个加起来就是最后的，这就是有点像是毕氏定理。毕氏定理各位熟悉，在平面上的就是把 Z 遮住。把 Z 遮住的话，你平面上的毕氏定理就是 X 和 Y，X 平方加 Y 平方就是斜边。那你接下来变成立体的，你就只要再加一个 Z 就好。那所以三维空间里面的一个速率，它的大小其实可以由 X 平方加 Y 平方加 Z 平方来表示。那既然这三个都一样，那我就可以把其中一个写成它的三分之一，也就是 vx 平方的平均就会是三分之 v 平方的平均。这里真的难，真的难。老师以前也不知道我以前的物理老师在讲什么，而且这里有 x， 这里又没有。然后你常常在抄，然后你就不小心抄错，就会这里又多了 x 啊，多了 y 什么的，哦，这个真的是蛮难的。不过现在科技很发达，就是可以录影下来。以前我们教室连投影机都没有，但现在甚至还有那个数位的触控荧幕，所以时代在进步，有的时候可以运用一些工具，那我们录影下来，你就可以重复看，你就知道说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好，所以最后你把它写成三分之一之后，把上面这个替换掉就结束了，就结束了。
啊，又要等一下，又要等一下，等黑板干掉。啊，其实还没有啦，还差一点点结束。不过没有什么新的概念了。难的，困难的那种要想象的、要逻辑性的概念都已经过去了，剩下的只是符号代换而已。所以刚刚颜色有点淡，趁这个黑板还没有干掉，我来加深一下。所以最后呢 ，TV 就会等于三分之 n 的 mv 平方平均啊。然后最后呢，把 mv 平方看成是跟动能去做连结，跟 mv 平方。跟动能去做连结，动能就是二分之一 mv 平方，所以呢，二分之一 mv 平方的平均就要等于有一个名称叫做平均动能。所以，既然二分之一 mv 平方是平均动能，那 mv 平方就是两倍的平均动能。就少了二分之一，少了二分之一，所以它相当于是两倍的平均动能，所以 PV 就会等于三分之二倍的 n 乘上平均动能。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里式子的左边是我们熟悉的压力和体积，这是来自于这种 PV 等 NRT 那种实验，你可以测到压力和体积。可是右边这个是推理的，是由我们把它看成一颗一颗的粒子，然后去推理出来说。它的动能是它的动能 K 平均的动能 K， 然后乘上 N 再乘以三分之二，就会等于 PV， 就会等于压力乘体积。这个等式它就把左右这个热力学和热力学和这个动力学结合了。这里是不是啊，不是热力学啊，热血，热血就是我们一开始在
量压力、温度、体积这种是热学。那这个是运动学，运动学的里面的动力学，因为它是在处理那个物体在动嘛，然后受力嘛，所以这两个连起来就叫做热力学。然后这个是动力学。那合起来就是热力学。那这边代表的是聚光的现象。因为压力一定是你要很多颗粒子，你要有气体才会感觉到压力，或是要有一大堆水才会感觉到压力，它都是一大堆才会造成，一大堆粒子才会造成。那体积也是啊，体积就是它有一个范围，那气体的体积，你随便框一个气体，你随便框一个体积，就一大堆气体粒子在里面，所以这是聚光的。但是这个平均动能呢，它这有一个 N， 这个 N 就是数量，一颗、两颗、三颗有 N 颗，所以它其实是把它看成很多颗粒子，所以这个观点就是微观的。那我们高中就大约只会到这边，但是更进一步就是利用这样类似的方式呢，就可以去爱因斯坦，他就可以去预测花粉的碎片在水里面的轨迹。那他做的假设就是花粉为什么会在那边跑来跑去的乱动，是因为受到水分子的撞击。那就跟我们在这边用撞击的方式来算压力有点类似。那根据他的这样子算完以后，去测量这个花粉的轨迹的平均路径，就有证明说跟他计算的一样，那就代表说他的假设是对的，他的假设是花粉受到水分子的碰撞。所以爱因斯坦解释了布朗运动，那布朗运动的实验的人，他后来得诺贝尔奖，做布朗运动把那个路径画下来的那个人，他后来得诺贝尔奖，理由就是他证实了，用实验来证实物质的不连续性，物质世界不连续，它有最小的颗粒叫做原子。这个就是布朗运动，他后来实验的人得了诺贝尔奖。那我们就先到这边，总觉得下礼拜一讲不完。